蛋仔惊现最新偷鸡点，巅峰赛的冬日老娘竟然跳舞向前，一起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满级天秀视频。OK， 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。这个视频千万别被刚毅发现了，我们拿个箱子，然后啊！我慌，再来，我们拿个箱子，然后先让他走到来，然后来到这里，哟，直接开滚，哟，哈哈哈哈，直接进入无敌模式，你屏蔽刚毅，记得点赞收藏哦。好家伙，玩了这么久这个图，我才发现这里原来还有个无敌点。不过我怎么觉得这个无敌点位有点费手呢？哇！啊！ Yeah. 还好杨幂她是有点淡得的，没跟我抢。别掉，完美！哦，别掉！哪有这么容易掉下去？我丢，这都没掉下去啊，都已经掉下去一半了，竟然还能上来！这哪是刚毅爱人啊，简直就是刚毅本人！但要说起刚毅爱人，这个小羊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我丢，这也爱得太明显了吧，头上的能量条都没了，刚毅还是把他压在擂台上，最后还把小蓝蛋给淘汰了。此时的小蓝蛋表示，我遇上了刚毅的本人了，根本打不过。假如给你10万块，让你跟第一个表情包在一起一年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不信你们看。啊，我丢，这都不愿意啊，不行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。啊，我也不愿意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哎，好家伙，人家巅峰赛是来跑图的，你这冬日老娘竟然是来跳舞的。建议你以后不要叫东东娘了，直接叫迈克尔杰克杨。